陈慧议员，主席，即系我唔系法律界，我更加唔系大律师，呢方面经验，但系即系我谂，希望其他议员可以指正，即系我嗰个嘅搜集资料方面有冇任何偏差。因為佢資料顯示，嗱，講資深嚟講咧，楊家雄即係專員嗰個嘅喺呢個大律師公會個排名，就頭先我所講咧，係極為資深嘅，係嘛？喺嗰個嘅年資嗰度咧，即係排到成第六咁滯嘅啦，已經即係好前嘅啦。據我了解，第一二係李柱銘嗰啲嘅啦，已經係。咁但係根據資料顯示，佢最擅長嘅係商業法、商業罪行、證券法同埋市場失當等行為。當然呢一部分亦都係涉及到刑事嘅部分，商業罪行都係刑事。但係我哋家下唔係講緊商業啊嘛，我哋家下講緊政府人員失職，可能即係政府人員失當，或者係喺呢一個嘅公共行政法方面嘅問題，並非商業罪行啊嘛。咁所以如果有人為呢個楊家雄辯護嘅話，话佢系有刑事方面嘅，但系即系可能我用词唔够清晰啦。我所指出嘅就系话，根据死难，根据呢个嘅南丫岛海难里面所涉及到刑事罪行问题，同杨家雄所专长嘅即系过去所负责嘅即系案件等等咧，系有一定嘅差距同埋距离啊嘛。咁所以如果我理解冇錯，特別喺呢一個嘅刑事檢控方面，你擅長商業化、擅長遺產、擅長即係其他嗰方面，同呢一個嘅類似死呢、這個南丫死難者，即係呢個海難涉及嘅刑事問題係兩碼子嘅事啊嘛。咁你話如果楊家雄喺呢、這個類似南丫海難呢一方面嘅案件有呢一個嘅豐富嘅經驗，如果提供到呢啲資料，我正式公開道歉。